加三十万，加你这张力取得装备加的，先前方很少，今天我看能不能招募个神星出来啊？古龙也行，其实古龙可以中期用，但是神星要中期用不了了。神星，啊，这里购买一个招募。我此生。后面的话，哎，盲君，给他加点战力，招募一下。展开，展开。神星差多少？哇，1000。差800，加10万。那这个怎么留到呢？限时，买哪个东西？68，没了。我建议充电这个，好。先打盲君神星。也行。 哇，这个加的就是多，你为什么不再生呢？盲君不是还可以再生吗？买完以后一起呗。好，招募，我此生。哇，4个红。对，2个4个红。这本的神器也是全是红，我们就看下属性。那你自己的哦，这个东西。有一个强化机，我们有个。加暴击就还行。哎，直接升它吧。哎，都废。但是为什么能出4个红，而且那么容易出？越到后面越好。对，就而且他们后面还能吸引。来，盲君就升完。好，4300万，普通的话只能升级。强魂和强疗最好。 强疗，这里消耗这个给排满，看我们消耗完了排第9，这怀出又是谁啊？本地前期，我发现现在好冒出好多我们不认识的人。今天5000万应该轮到，检测之后给经验，把古龙来升上来。我想知道这个马红俊他升到彩一星、彩五星之后还能再升吗？一能升，能升很多是吧？我给你看一下我们第一就是用的盲君，这个张歪歪，哦，月亮五星，红色的月亮，我靠。 他就一直用这一个，你看后面这个应该红色月亮就是满的，应该可能吧？之前他一个没升，一个没升，咱们看神人呢，他在这一个画幅还是个，也是盲君，但月亮两星，也是五星满，他还搞古龙啊。哦，他应该是盲君没有完全搞。我还想问一个问题，就说这个画幅的战斗，你现在解锁了吗？没解锁。好，咱们到时候的目标是打画幅的人，到时候我们如果要干神人，就看他什么时候不玩，我们就可以慢慢追上他了。啊，这辈子如果他要一直玩，咱们干不了他。但是，2号咱们。 可以玩个爽的，什么时候直播我估计也是15、12点，就是10月2号啊。他们现在这个主基因的500级基因，神秘是多少基因啊？那这个抗基因根本就抗不下去啊！577，这个577的基因，对，其实对于他们来说，这个基因已经溢出了，因为你谁的抗基因也抗不了那么多，你针对他也洗不出那么多抗基因。他俩不一样，这个是基因加闪避，对，基因闪避，基因加吸血，对，所以你看超级大佬就选2个属性，但是如果是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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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佬。 每天抽10万那种，就可以选3属性。嗯，这个因为他们大佬之间像我切磋，如果说他们一个3属性，2个2属性，3属性的那个人，他如果被针对了，比如他这个基因，我就针对你，我就洗抗基因，别的我不洗。那这个就会很惨，他3属性，那这个基因出来，其他的都出来，其他出来也不一定很作用。这个又改了，这个变成反基，就基因加反基。对，你看抗基因留多少？抗基因200，这个已经完全溢出了，所以他们这个基因可以换一换的。看神秘人抗基因是吧？ 看闪避，抗基因350，他看闪避300，两百多，所以你要打神秘人，看连击5块。哇，他这个不太对，神秘人的是可以把抗基因洗一下，这样的话他可以针对他那边的高站，但是呢，以他这个实力，对啊，比人高高了1倍的战力，他好像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。这是51，他10亿，他还有多少？行，咱们应该耗完吧，400，12，然后你帮里面帮买一下，买一个划算的，这个1128你可以考虑。买这个我们去抽那个。 可以去买一个，有98，现在就68，50，80，也有98。这肯定68划算啊！这个后面这68很好的买，买呗，就68。因为买完就没有。你10个盲狙主要是好，盲狙升一下，就加你还能再加。刚刚那个东西装备降我300万，张力。好，小龙再随号。没有，我没用啊。举报小龙，这个东西强化基因，只有用攻击有强化基因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吃，你用那个吃，你用这个吃别的，你把这个留着。我们有强化基因。哦，强，因为他还可以开一个新的，他也有强化闪避。这东西不会开，他随机的，他有可能出紫色的。那也可能出红色的。就把这个升上去，这个升到6级了，红色和紫色差距不大，紫色上面就是红色的。对，你再升啊。
了。对，差不多就第五了。十二号打算充多少？打算玩个半年。我觉得半年的话，以咱们那个刻度，每天一千的话，应该十几二十个 W 就出去了。四十五，来，咱们把这个。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来个彩色的，钻石，来点金。彩色的，哎，有了，哇，天启龙，这个天长天梦平台。哦，天梦，这还能出天梦来？来合成，这是第一个吗？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现在全体升一下。下一个升两级，三级。十五区天天直播不想看好，十五区他天天直播。十五区，前面可能天天直播，后面的话可能好几天不是。这个我又当爹又当妈的，这个不太行。就是我是这样想的，一周每天充一千，我玩七天充七千，没什么效果。一周玩两次，每次充三千，充的反而少了，只充六千。
但是呢效果刚刚的有，而且视频爽到爆炸，我宁愿少一些活动我都要把这个玩到特别爽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如果大家能理解的话那就最好了。来等我出路，我看啊这里能升到几万，来探索这120可以出一次，可以的。哎，又不玻璃耗子天，这是啥子？什么缠字诀？对，缠绕的缠。对对对，缠诀，缠字诀。哇，耗电缠字诀，我操！你们再出啊，这里还应该还能出一个。唐家三少没有拓展的这个又来一个 IP， 被这个游戏给拓展了。炎藤明刃，没读错吧？对。好，给了两个。焰，火焰的焰。能不能再三个？我们再出一个，大哥。哎，一次出俩。还有个躯干。哇，这个躯干也很好是吧？对，躯干也很好。破字诀啊，那缠字诀没用吗？难道还要你抽个破字诀？就说这两个彩色还没抽躯干好。好、啊，你们再来一个。啊，没了。打怪的话得要这个，对，打怪多一点输出也还行，但是你不可能来回切来回换，实在不行啊。也行也行，不升它，只不过没有升的那个东西。好，非常好。然后还有什么问题，大家赶紧问一下。加风之诀、虚之诀，天啊，他们说破之诀才好。好，小龙你没机会了，抽不到了。那给你5000，连个破之诀都抽不到。自身吸血提高完成时，技能攻击时消耗至今百分。哦，还能自己吃？扣自己的血，让对方也扣相同的血，这个吸血提升一点。反正我的血我扣了，我能吸回来，你给吸不回来，那我就疯狂的输出。哎，这个咱们把这个红的血，我看今天能不能升个彩色红的血，我们就别买格子了，各位。我今天就想你赶紧把我们这个战力升到5000万，把这里升，这里是升战力的呀。好升，再合，然后再合，让小龙搞个顶级的彩色的。啊，这个其实挺好，直接可以把金钱买。哇哇，买！你这能买吗？拉满，反正就行。小龙回号了啊？没有。好，今天就靠这个加到5000万，也可以的。啊、你倒加不了那么多，没关系，我就看着你加，加不到咱们就不下播。这么玩的，大家能不能磨时间吧？反正加不了。大家回号了，对不起啊。还好花了点钻石而已啊，严格来说不算回号。金色的要合吗？合、啊，然后再合紫色的。对，紫色再合红色的。好，两个红色的。其实死人塔没有用。所以这个之间的一个搭配，应该有说法的。我们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一个赤焰刀，但没有赤焰刀。赤焰刀，这个、你那白虎刀升上去就是赤焰刀了。镜刀。对啊。镜叫做赤焰刀，它不是说合了就出的。所以这个能加个十几万，但是没什么作用。图个就你越来越好。好的好的，我现在决定多投入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们4800万，差点5000万。谢谢各位收看，谢谢各位，到时候我们会玩半年，欢迎大家到时候10月2号一起来，我们还会做这个宣传视频的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拜拜了，拜拜。